像有些穿就很浪的，所以就容易就会曝光。那个造型师正在为女客人调整内在美，工作室议论纷纷，什么东西薄薄一片能让胸部 up up？ 贴法像 OK 绷。对啊，然后把这上面拉掉。标榜选用医疗级材质的提胸贴，靠的是它的超强粘性，左侧是使用之后，右边是完全不用，比比双峰的高低，有些微拉提的效果。男客人很好奇，脱光上衣自己要亲自上阵试一试。那直接就提上来了，快一点。很痒哎，而且很刺。从 A 到 E 罩杯，男女都能用。拉拉拉，我们一量，提高了3.3公分，到底有多粘？它可以粘住300cc 的水瓶、900cc 的宝特瓶，使用最好不要超过5个小时，因为医生说，不管它的透气性如何，敏感肤质的人都要小心。胶布嘛，就是一般的胶布，你贴胶带。贴假睫毛这种东西会过敏的话，那尽量就不要使用。仿效美国设计的这种贴心小物，在台湾上市2个星期就卖出了750对，等于1500片。还有这种贴在胸口的防走光贴，缺点是他们用一次就得扔，就看自己觉得花这钱值不值得咯。订阅新闻，黄志忠、王诗雅台北报道。